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判团的高博文，非常荣幸这一次我们受到滨海艺术中心的邀请，我将带领上海评判团参与华艺节的演出。评判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我们江南文化的代表性曲艺，吴侬软语，弦索叮咚，韵味深厚。这次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评弹新篇四大美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讲的就是西施啊、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这次呢，我们带来的评弹四大美人就是讲述这四位美人的惊心动魄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好，观众朋友们，别忘了2月21号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华艺节见。